近日，位于秦岭北麓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银装素裹，全球唯一圈养的棕色大熊猫七仔，在雪地里大口嚼着竹子，还不时直立身体，跟随饲养员的钓竿追逐着自己喜欢的胡萝卜。几只2021年出生的大熊猫则在雪地里奔跑打滚，互相扑咬玩闹。据悉，大熊猫生性怕热不怕冷，寒冬腊月是它们最活跃兴奋的季节。